家好，我是小主播韩婉婷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环保爸爸妈妈的衣服。爸爸有一件不能穿的衣服，妈妈有一件也是有一件不能穿的衣服。妈妈在 internet 上如何改装衣服，所以我们去找朋友改装哦，快快看我们改装的效果吧。我厉害吗？变成两件。我聪明吗？妈咪的衣服变成我的衣服，变两件。要不要变毛？我变毛式给你们看吗？诶？哇！哇！我的新衣服美吗？漂亮吗？今天我要换衣服了。诶？你们要看我变魔术吗？把妈妈的衣服变成爸爸的衣服哦。变成爸爸的衣服了。这是我的两件衣服哦。哪里好？哇！我的衣服漂亮吗？爸爸的衣服，感谢迪娜安迪帮我车，感谢爸爸妈妈带我去见迪娜安迪，感谢慈济教我怎样环保衣服，感恩大家收看我的小主播，拜拜。